我而家就喺呢個三鄉呢個廣場嗰度啦。啊，呢度好多澳門香港人都買咗樓去度假享受嘅。而家呢度就係市中心啦，最出名嗰啲雅居樂啲區域咯。啊，呢度就係、是、呢一座就係呢個金融中心，就呢、是、個市中心呢、這個三鄉廣場有呢個設備啦，細路仔喺度玩啦。跟住可以跑步啊！呢、這個廣場比澳門大好多，可以做好多嘢。有時有啲美食節，跟住隔離呢度咧個大潤發超市，你又可以買好多嘢，方便。你睇睇先，大潤發呢、這個大潤發超市嗰邊，有人再睇下呢、這個錦華酒店嗰邊可以住咯。呢度啊，呢啲雅居樂嗰啲小區啦、舊區嗰邊，所以住嗰邊啲舊區都好方便啦。又有人民公安嗰邊咯，治安又好啊，食嘢有酒樓啦、新站共啦，跟住好多麻辣嗰啲麻辣英雄又有啊。啲廣場倒數啊，中秋節又有啲活動搞。呢度又有嗰個茶樓啦，附近喺個金融中心嗰度，跟住金融中心又有做 gym， 所以好方便呢度，治安好，銀行又有，嗰邊有中國銀行。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嗱，電影院又有，有個金日影城。呢、這個就係大潤發商場啦，好大啦，有成四五層，第四層好似係食嘢嘅。咁就好多嘢食啦，跟住又睇電影啦，樓下有嘢食啦，又有嗰啲孜然嗰啲山西嘢食啦，幾好啦！呢度又有鞋，又有安踏啊，又有好多品牌，華為手機啊，大潤發呢個就係、是、大潤發 Ultimart。就喺度啦，呢、這個廣商場、廣場 Ultimart 大潤發 ，OK， 蘇寧易購有電器啊，乜嘢都賣，超市啊，好方便，所以住喺呢頭都 OK。搭931就喺拱北嗰度搭過嚟咧，澳門人又方便啦，過關喺個931嗰個車站嗰度，跟住就搭。以前是搭一個鐘左右，而家因為整路應該要個半鐘，一蚊車程，因為珠海政府贊助啦，搭到呢度啦，就嗰個總站就喺嗰邊，嗰邊嗰頭啦，跟住落車就可以，如果你住呢附近好方便，一蚊搭到總站對總站個零鐘，然後星期六日嚟呢度度假都唔錯，就有嘢食有嘢玩啦，跟住又可以去。浸温泉啦，三鄉温泉啊，全林嗰啲山莊啊，嗰度咩有啲温泉啊，全眼温泉啊，浸温泉啦、啊，睇公園啦、啊，跟住又可以搭一蚊車咧去總站嗰度搭去石岐，咁啊可以好多嘢睇啦，有商場啦 ，hea 下都好，慢生活，人口少，就係、是、喺個廣場嗰度，跟住嗰邊啦，行到嗰邊。呢度直行喺中國銀行嗰度，再轉左少少，有個三鄉圖書館。咁啊，又可以睇書啊！圖書館又有，超市又有，呢度都唔錯，個潛力都唔錯，人口多啲，到時有埋輕軌或者一啲地鐵咧，咁就呢度嗰個地價咧就樓價會升嘅。咁就而家暫時都平穩，咁就 OK。就講到咁多先。